查查有 face。健康问题啊？健康问题系咪抑郁症啊？唔系，唔系啊。depress 一向都要 depress 噶，有啲抑郁症。唔挨得啦，应该系。系啊，屋企又要即系同一时间要太多工作啦，或者要做电视啊，要做电台啊，要做 anything 啊，时间比较多啲咯。咁所以，咁你要留翻多啲时间喺屋企咯。如果去到 depress 就难翻工啲，咁又唔会。咁不过其实如果抑郁就喺呢几年都好咗好多噶啦，好咗好多噶啦。所以。如果都翻得工嘅，都做到戲嘅。如果喺 depress 嘅期間，可能做慘情戲，仲做得入木三分添。時間休息嘅時候就容易發高燒咯。呢個都麻煩。如果譬如一下子咧發高燒，你做唔到嘢又冧廠，咁又要人打去就你嘅時候，咁就唔係一件好嘅事咯。對於個劇。咁佢都錫我㗎，係咯，佢都即係我哋好似傾下咧，咁之後家庭都好緊要啦，因為而家雖然我係留喺屋企嘅時間多咗，咁都發覺都係好事啦，咁因為譬如好似啱啱星期六日兩日，咁我喺屋企乜都冇做過啦，因為咁啱兩日冇工作咗，係吉。而家星期二、三、四、五日晚先有，咁就我負責就幫佢讀書啊、做功課啊。教寫文好筆字啊咁樣咯。